暖机，首先开启工作台灯，接着按下主轴控制钮，按主轴开关。接着利用连续振动来移动 X 以及 Z 轴，在 Z 轴移动的时候需注意 X 轴上之刀座位置，以免发生碰撞的危险。热机一般都需要让各轴往复五次，热机完成。